高雄独居胞妹陈诗家中，死因待调查。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的妹妹张素娟，常年独居在桃园芦竹的大型社区，但这几天邻居都没见到她出门，前天家里还飘出怪味，按张素娟家门铃也没人应门，邻居赶紧报案。警消到场破门，发现张素娟倒在卧室地上，已死亡多时。邻居说，张素娟一个人住，没有请看护，常常在社区走动，最近没看到她，觉得奇怪，没想到竟死在家中。仅仅发现张素娟没有外伤，死因还要调查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